There you go.快乐吗？我在跳 house， 看我要疯了，真的。嗨，杀青前，杀青后，你这司机要打我了，感觉一拳挥过来，我人没了。现在去干嘛？吃饭？你请客吗？我请客。但凡是个赚钱的活，我就请大家吃饭。行，是吗？请大家浅吃一点吧。啊，可以。话说了，反正也没人出来质疑我。反正真正请客的人也不会出来说我没钱。去吃烤肉吗？还是什么？这已经不是 house， 这有点电音的感觉了呢。那个手机掉下去了。自己的 freestyle 能力，谁都没有办法撼动我这个地位。可以。这什么舞蹈？这什么舞蹈？这是 swag 上半身版。切歌。他那只收音机好像切不了。剧透一下，我们
要鞠躬我们的舞蹈。这个人会唱吗？不会，但是我会跳。这歌我会唱。Sex bomb, sex bomb, you are sex bomb。这应该八几年的吧？也不至于。那我们小时候蹦迪的歌。为什么老师会唱这首歌？这歌小时候蹦迪的歌都是。啥的都是。两只蝴蝶。都是两只蝴蝶。亲爱的，我们是伤不起。哎，那个是不是不是你们年代的？什么？两只蝴蝶不是你们那个年代的？不好意思，我小时候就唱两只蝴蝶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千年带刺的玫瑰。给你点歌。家人呐，一个家人呐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。以前我们小时候听的组合是 T R T。啊，不对不对，等一下 T R T 啥？T.R.T 你没听过吗？像那个不是因为记忆抹才想你，第二题啥？你看你跟我是一个年代，可以跟猪猪掰头，猪猪也能跳舞。猪猪脖子蛮灵活，猪猪也可以跳舞。不要波及到旁边，不要波及到旁边人。哎，你怕是给司机，让司机给你电流。司机大哥现在好无语、好无助的表情啊，好无语。然后司机反给我。那我们看看司机大哥的表情。他也跟司机说了对不起。Sorry。跑不动就跑了，快累了，跑不动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们给大家表演那个机器人下沉。下降表演，非要在车上表演了。机器人下沉，确定你不是要吐吗？机器人下沉。保证我脸好看啊！我这样都看不到我的舞姿哎。来给你看，从后大光给你看舞姿。但是轮廓真的长得好长啊，哲哥，我要换一个舞种了。我换一个舞种了。那不用不用。关了吧，后边这灯关了吧。来一首我会的歌，我就马上给你演唱起来。我一直在镜头里边呢。他会给你马掉的。到了 ，OK， 没问题哦。到了，吃饭。